行尸走肉给你，咋的了吗？师傅，这个给人送礼物吗？给送急眼了。什么送急眼了？啊，就这礼物是你送给我的啊？咋的你不喜欢？不喜欢不喜欢再说，这么艰巨的任务我能完成吗？我？怎么了？不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任务能完不成啊？我看看，咱俩给咱妈写个字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还红色，还粉红色，你别拦着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丝袜我妈得咋穿呢？我咋说？我颜色一样样。让我看看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爸爸呀！你这任务也太艰巨了。可是我俩，我的爸爸呀，你这目标这也太前卫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个丢死人了！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代人，我都赶不上潮流啊！什么？我看看，你刚刚，亲爱的，希望我们在粉红色的浪漫中再拥有一个狗宝宝。老公，哎，这不咱俩的目标吗？是，这弄岔吧了这事儿啊。那个，妈，您别生气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爸他弄岔吧了，这个是我给大米送的礼物，刚才我妈一着急还得给拿走了。啊，不是，说你没写那玩意儿，你咋没告诉我？我就说你拿着不合适，你让妈受了刺激了不是吗？刚子，哎，我觉得这粉红色的丝袜。 比那项链好，你妈大姐能好好说话不？真的呀！哎哎哎，赵刚子，啊，我发现过了个年，你很浪啊！啊，你很浪漫呀！我大姐夫，哎，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蹭一下子又变了。你大姐夫变形金刚啊？哦，那太浪漫了，人家没准备好。哎呀！